注历史研究，谁画的可以画的这样炯炯有神？郎世宁吗？还是谁？林中先锋，木中同志。清宣统，宣统，金德武将军是清朝光绪年间的，光绪初年的。哦，看开明、明士乐、忠义、正家、生嘛。明呢？明的福建省啊，开明、明士乐。忠义正家生父，好棒啊，好好的，怎么不是很清楚？哦，可能金德武将军，五魁啊，哦，这么棒啊，五魁。文魁武魁都有，哦，将军，将军府，将军地，哦，好棒，好厉害。镜头有脏了吗？怎么会？哦，不清楚。历史方面的。杨君父母相哦，一张衣服衣柜啊，是梳妆台桌子啊，你看。厨房啊，厨房。如此淡妆啊，五层。厨师。竹间鸡，养老啊，苗条，有时候，年年哈，亲戚，祖孙聚集，哦，一帆风顺。蝙蝠，蝙蝠可能的。蝙蝠可能。
几点了？4点了，赶了，要来学习，来学习。哦，将军相好嘛，有父母相好，有将军相好嘛。哦，你看，读书的地方，我看床，睡觉的床，你看。将军相好，很好，你看，也有躺椅呀，可以躺的那种，又是椅子又可以躺的。梳妆台，念书的桌，橱柜啊，衣柜啊。哦。哦，内容丰富，还有笔啊，哦，椅子啊，你看椅子啊，瓷器啊，古色古香啊，磨盘磨盒，磨盒哈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感恩感恩。怎么不是很清楚？故意有心来拍的吗？还是不是很清楚？是镜头有脏的吗？为什么还是不是很清楚？看，就是欠善，欠善的。欠善的。